不要想那么复杂的了，是吧？我已不再为谁而心动。你们觉得买点什么合适？辣条。是一生不能说的痛，就像秋夜里最后的红枫，你用春意将往事吹回头，红尘唯一起泪光闪过，忘了这场短暂的相逢，就像记忆里最后的红枫，层层叠叠染红了天空，红尘像松烟之笑容，我们从此山水一程，开个黄桃甜，你可以吃吗？好甜好甜，可以吃吗？皮啊，可以吃啊。杨可，你奶奶种的香瓜好甜好甜，试一下。我觉得葡萄很好吃。葡萄好，香瓜也好吃，他们自己种的，试一下。我就是这样子的，吃这么多零食，等下晚上饭都吃不下了。家里要吃饭呢。你奶奶专门给你们准备了好多零食。奶奶在哪买的？知道你们要来，所以买了好多吃的。超市，好不吃，好香，一来就各种吃，这也太幸福了吧！这还没到饭点，3:40，吃零食都吃饱了吧？发出去了。